我们衷心的希望明年在这个舞台上有更牛的农民选手来参赛，明年再见。刘奖牛人，哎呀，牛人找牛人去，哎呀，愁死我！金牛奖杯，今年的牛人找的怎么样了？我弄怎么样跟你有关系吗？如果你选的牛人不实至名归，那么我可就要换为金水。你威胁我，我一定找到实至名归让你想不到的牛人。人齐了 ，Let's go！ 2014新牛人风采大赛正式启动了，16届赵世林、龚晓轩、草帽姐四位明星齐上阵，帮助老毕寻找至真牛人，行程遍布全国32个地区，总行程超过20万公里。你能拒绝众多牛人的邀请吗？本期精彩稍后呈现。 Let's go。亲爱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6届新农村电视艺术节新农村新农民才艺风采大赛，我是毕明鑫。那么今年的大赛与以往是大不相同，就是要把沉在泥土当中的一些牛人挖出来，让他们让他们站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厉害，对不对？那就是说我们要带锄头去了。对，
反正用手也可以，用什么拉蛋呢？对，总而言之要把它给挖出来，好不好？所以我特请来了我的四位好朋友，都是挖掘专业毕业的。这位啊，万人迷，来自香港的任琼丹。大家好，我是美女。香港著名演员石榴姐，是我风华绝代、万人惊艳的石榴姐。视频。我跟你无冤无仇。那么这位呢，就是万人乐赵世林老师，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世林。做好人都不是随便去做。哎呦，他姑娘小小芳，谢谢你给我打。还有一位，那对农村生活相当的了解，就是他，啊，万人追徐桂花。对，俺是锥子的锥。著名草根艺人草帽姐。最后这位隆重介绍的，就是万人爱龚晓萱，中国著名演员龚晓萱。那咱俩回去休息吧。走，孙少平，林凯年是你杀的吧？今天呢，他还特别把他的弟弟啊也带来了。哎，等啊！你不了解情况，你好好看看啊，什么关系？是不是长得很像啊？是不是弟弟吗？是弟弟、啊，这是儿子啊！帮助妈妈实现把牛人找出来的这样一个目的，好吗 ？OK，OK， 小男子汉了不起 ，OK 了 ，OK， 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加油！四位，我还要说一下我们这次寻找牛人的方法。还有什么？找牛人很不容易，对啊，要把它从土里挖出来。对，所以我们这个任务第一期就是要把挖出来的一个根茎类的植物作为你们的任务。先来看看你们的决心、挖掘的能力水平。不是挖牛人，挖植物啊，先挖植物，把它挖出来了，然后我才能告诉你你找到的牛人的线索在哪里，然后报给我，通过这个 iPad 啊，报给我。符合要求，我就把信息发给你。上哪儿去找人？我明白，就是我回答了你的问题，找到了这个植物了，你才给我下一个信息。对，上哪儿找你的牛人？对，我等不及了，我要去。好，行，出发了。去完了，准备好了吗？带好了，准备好了，咱们出发。我们要去到全国各地农村，开始寻找牛人的踪迹了。四位明星嘉宾将通过获得的线索，分别去往全国32个不同乡村，寻找到32位身怀不同绝技的牛人朋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牛人都能参加决赛的比拼。预赛一共4期，那么说，也就是每期一共会有8名牛人一决高下。通过村民朋友的支持与否，每期将淘汰3人，待定3人，直通2人，最终会有20位牛人来到北京参加新农村电视艺术节的决赛，并最终争夺10家牛人的称号。当然，牛人们得到的并不只有这些，我们的明星嘉宾还将送出4个梦想名额，也就是说，将有4位入选牛人得到一次大赛组委会帮助实现梦想的机会，结果就在决赛现场揭晓，是不是蠢蠢欲动了呢？那我们就赶紧跟随4位的脚步，通过线索开始地毯式的寻找吧。草帽姐开始寻找根茎类植物了。来不了我。你好好，你怎么叫草帽姐啊？啊啊！是的。哎呀呀呀呀！那个。你好，你好，你草帽姐，你在干啥呢？你好，我那个的，这个是不是中央七台啊？第6届农村艺术节啊，李老师吧叫我找这个根茎的这个植物，我看到这是恁家的哈，我看恁家的我长得不孬，我看看长好了吗？我说拔一块的，现在的我还没成熟了。恁这个地瓜还有吗？红薯呀？地瓜现在还没长出来，还没长出来？还没长出来。那个土豆有吗？土豆已经过时了。那等等啊，那现在还有什么？哎，在我们当地啊，有一种植物叫做鬼子香的，要不然我带着你过去看看的。这边就是啊，草帽姐。啊，这个就是啊。啊，这个就是，拔一个小的，我替你拔一个大的。行。哎呦，哎呦，哎，怎么的？啊，拔那么多了一下子。哎，大的真是。
李老师，我找到干净的植物了，鬼子墙。好嘞，我现在要把照片上传。嗯，上传成功。我的第一个线索来了，河北省邢台市潍县长庄乡东安上村张春光。从北京来到河北长庄镇，当然要对当地有些了解。长庄乡农业特色优势明显，主产棉花、小麦，盛产苹果、梨、杏儿等，是一个物产丰饶的和谐小镇。舞蹈达人张春广也在这里等待着被发现。这是东安上村吧？啊，对。对啊。对。那个谁，张春广是哪里啊？就是东安。就这里吗？是。知道他家不？知道。哎，带我去好了。好好好，走吧。谢谢啊。春光在家了吗？他是他那个男人。啊？什么？他男人。我们是那个中央七套第六届新农村艺术节，李老师叫我找张春光的。啊，你是他啊？他闺女啊？他住下来？没在家，他在家里。我在家里好几回了，上清河去了。清河离这远不？有四十多里，不到五十里地吧。那么远吗？他搁那干什么的？在那里烧水瓶的。带我去打电话也回来呀。带你去吧，到家去带你去。好。河呀，离你们家好几十里路，他在家跳多好啊！他不在家跳，一到夏季回来的，他也不在家跳，咱俩都没练过，练都不练，练都不练。你家里的房子也是租的啊？租的，要钱也要钱啊？要。我想想，你爸爸，他得穿什么衣服呀？得，也是运动服吧？那种很现代化的吧，应该是，是不是穿成一个老牛仔？年龄这么大了。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是谁？你好，你好，我们是那个东阳奇泰。东阳奇泰，第六届移动人艺术节。你怎么找到我的呀？你老是听我的意思，说帅说你了。哎呀，是吗？啊，一会儿你把我带来呀。哦，是的。小妹小妹，小妹小妹。真对不起。我们是中央七号举止动员节目，是的，第六届新农村艺术节。李老师叫我来找你的。那太好了，太好了。你是张春广吗？对。当见到张春广的时候啊，他一个人从屋来练舞蹈。哎呦，我一看，这不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种地的、收废品的农村小老头吗？没想到对舞蹈这么的热爱呀。哎呀，通过跟他聊天拉呱，我对他的期待、期望、意外更大了。你四十多了才学舞蹈，你怎么想到去学舞蹈的呢？从小本身就是爱跳舞，爱跳舞，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地方。你刚才跳那个是什么舞蹈啊？那个曲子是冰河时代。冰河时代。哎，对。你跳的最好的舞蹈是哪一个？哎呀，我给你跳一下吧。你就跳一个。行。好，咱试一个哈。好好跳哈。好。
跳过，我给他看看。不行不行，不行，我在脚一回没跳过，那还是掉下来了。你在脚一踏着跳舞的时候啊，你一跳舞弄到人家50多的人了，那跳舞都是人家请的人，你跳人家跳六的，你跳舞的你凑一班的你就知道了。张清广啊，他太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了。其实再大的明星，再大的腕儿，也有别人喜欢的，也有别人还不喜欢他嘞，对吧？我只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劝说他罢了。哎呀，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也没做到的梦想。到村里跳舞的时候，没人歧视我，没人笑话我就可以了。我感觉你跳的不错呀，你到村里跳行啊。我没在村跳过一次，没不上村跳的。他不歧视我，笑话我，不上。你出来跳的，你没看啊？你我是不去，跳过一回，我村里是不去。你看我们这个中央电视台的都来了，这些导演、这些摄像师都通知别。来，不去，不去。你暂先给他们看看哈。不去。我们通过聊天知道张春广的梦想其实很简单，只是希望在村里跳舞被大家所认可，没有人耻笑他不务正业，没有人们的冷嘲热讽，没有瞧不起的眼神，就这么简单的要求，张春广的心结究竟能否解开？唯一支持他跳舞的二女儿的心愿是否能够得以实现呢？那个跳舞了，跳得挺好的。你按套这个机械舞来说的话，还是非常受这个老百姓的欢迎。挺好的，你跳得挺好，我支持你。以后趁张春广在我们村跳舞，我非常支持。哎呀塞，刚来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紧张，也不知道这个亲戚朋友或者街坊邻居们说我嘛，哎，听到他们给我的掌声呢，可能认同我了。我今天非常高兴。也特别感谢你，他们姐，你还查出那么些个人来看我跳舞。要是认同我的话，我可能还得再跳10年20年，多跳几十年啊，多跳几十年啊，听你的。终于到了梦想车环节了，这也是四位导师最为重要的环节。他们将在梦想车环节决定是否将自己唯一一张梦想手印给予寻找到的这位牛人，一旦给出就必须全力帮助这位选手完成他们的梦想。每位导师梦想手印只有一个，究竟哪位牛人能打动他们呢？今天张春广终于回到村里跳舞啦！哎呦，父老乡亲们非常的给力，非常的支持他。张春广，你的梦想呀，就算成功了，但是呀，你还要继续努力，加油，继续坚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寻找下一位牛人了。
张春广算是告了一段落了，赵世林的根茎类植物找得怎么样了呢？山药，什么？山药，山药，嗯，在哪儿？这里。小山药崽子。根茎类植物，我现在给发给你照片啊，有照片为证的，走着。我的天哪，这么长的地址。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长林东大街老工人文化宫沿街楼圆梦钢琴学校，这个人叫张旭超。临沭县位于山东省最东南部的苏鲁交界处，旅游资源丰富，如果你想旅游，这里将是你不二的选择。你好，走遍了南北西东，我还是最爱我的山东。山东，我们现在到了山东省老工人俱乐部。这位老工人俱乐部，哎，这不是，哎呀，这工人俱乐部，我下去吧，别着急，我下去啊。老工人俱乐部，哎，姑娘。阿姨，大妈，你知道这个工人俱乐部在什么地方吗？工人啊，这工人文化宫，它有个老工人文化宫，还有老的，还行的吗？就这边哈，叫老工人文化宫。哦，谢谢啊。哎，找到了。临沭县工人文化宫，楼上还有这个圆梦钢琴学校。看见了 ，OK 了，耶、！一上楼梯，学生们朗朗的笑声与钢琴声悠然而至，赵世林不觉也融入其中了。赵同志，钢琴的声音，哎呦，真棒！你好，钢琴琴。在哪？哎，帮我去！哎，姑娘，帮你帮个忙，有希望。张旭超呢，我真的原来我没有见过他，我觉得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个小孩儿。你这本事什么？你能不能给我透露一点你这个特殊的本事绝招是什么？我认为我的绝招就是唱歌，而且还是唱有高音的歌。好，那咱们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行。展示一下你的绝招。好。好不好？嗯。就这么着。咱们出来就来啊。啊，开始。我的家乡最初一支歌，向我梦想走，流过一首泪歌，奉献了一颗殷勤歌，红色故事让咱心痛哟。我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我真的看他不是说看不起，我不会想象到他有很多真的本事，太大的本事，就他年龄段在那个地方，知道吗？哎，但是他一唱歌，我觉得还真有特色，声音非常甜美。到了决定梦想的时刻了，一共四期预赛，每位明星分别只有一张梦想卡，他们究竟会给哪位选手呢？刚才看了这个小朋友唱歌，啊，唱歌唱的还真不错。
那么至于现在我给不给他赋予这个梦想，也就是我摁不摁这个手印，我个人还是觉得还是把这个动作留给一个更强的选手吧。张旭超，好，我把他的资料发送出去，发送成功了。再看看下一位是谁啊？好，下一位，哦，是在江苏嘞，江苏省南通市卢东县大余镇湘台村的，他叫纪维康。赵世林算是漂亮的完成了任务，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愿情单情况如何了吧。老毕要找的是一个根茎类的植物，根茎类的是吧？啊，我能找得到呢。大家看看外面，都是农田，农田里面一定有的，师傅，停车，我要上去找停车，停车，你停不停啊你？好，我下去找更近的植物。叫你停车你不停车，好吧。往农田进发，我想想啊，更近的植物有什么呢？譬如说拿不出来啊，怎么拿呢？什么都没有，只有根。这个题太难了呗。啊，能去菜市场找吗？来，帮帮忙，帮帮忙！这里有花生吗？没有。有芋头吗？什么是芋头啊？芋头，芋头就是芋头啊。那马铃薯呢？什么是马铃薯啊？马铃薯是土豆啊。是啊，这就是。哎，有了！我要拔一个很大的，拔这个。有，这个饿了，救命啊！有我他，小哥，导演，快点给我！哎呀，快点了，这边，哎呀，传给老弟。下车提示：上海市松江区翟月路恒恒。好，明天我就去找你。师傅，我们现在去那个是叫三湘财富广场，上海来过很多遍的，这个吗？对对对，前面那个。好，我下车。好了，财富广场有什么人是很特别的？再过一会儿的话，可能会那个有大妈，然后跳广场舞，跳广场舞，跳舞。吉吉、抄袭，样样有。那你认识一个叫陈航的人吗？我不晓得。弄不晓得？我不晓得。不晓得啊？那你晓得什么？晓得我要上班、下班、吃饭、困觉。啊啊！不是，反正来晚上在这里等，就是来锻炼身体。对对对。来休闲的，不休闲的。6:30就开始人要集中了，我们7:00开始。没办法了，就等7:00吧。第一个找的牛人真不好找，那么大的广场去找一个人，怎么找呀？找死我了！结果嘛，在广场看到一大堆人，然后我去看一眼，哎，有一个人拿这个释放的道具耍来耍去，可厉害了。我想，就是他。
得很不容易。你好，哎，你好，你好，哎，你叫陈航吗？哦，对对对，哦，找到了，这个叫什么？库线魔方。库线魔方。对。你还有别的？就你这个就是你的绝活了，是吧？啊，对对对，你可以见我更酷炫的。去你说那个很惊喜的地方。好的好的。是吧？嗯。你给我们更厉害的东西给我们看。好的好的，没问题。找到最后吗？他还带我去看他铁环那部分。天哪，那个铁环我也拿过，真的很重啊，在他手上，就算环曲一样，他呀，真是个。魔术师来的。我十二岁时开始练舞蹈。你先练舞蹈？啊，对。然后呢？啊，然后就练那个太空漫步，啊，然后就练着大环，然后魔方。那时候从来没人指点，然后就自己摸索，自己练，然后有受过很多伤，啊，然后之前有这里，然后以前这里骨折过。啊。嗯。因为你从小喜欢跳舞。对，因为从小就喜欢这方面，就喜欢表演。那你就是没有干过别的行业了？嗯，别的行业也做过，比如是挖煤啊，工地上面也做过。嗯，因为这个，因为我做了那个之后，就很少有机会摸出这接触这些东西了。嗯。后来我就做了就没做，然后还是坚持自己的演艺道路。啊。嗯。那你的最后的梦想是什么？最后的目标是我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向世界的舞台去。这是成果吗？好，总结一下，这个陈航呢确实是非常牛非常厉害，他这个绝活呢也真的很不容易练出来啊。其实我也给他镇住了，但是我觉得还差一点点东西，好像不够打中间的感觉了。那我希望在下面我碰见那个七个牛人当中，真的能找到一个很能打动我的人，好吧，这样，好，拜拜。也算是漂亮的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任务，接下来龚小轩的任务怎么样了呢？因为毕老师给咱们一任务，让咱们找平时能吃的根，或者是埋在土里的那种茎那种植物。哦啊，就是啊，你怎么找？我完成任务了，嘿嘿。来务室第一实验小学。崔明慧。
小学校，哎呦，怎么找啊，西西？怎么找？想过吗？没。你得帮我一块想办法啊！我也没招了，这可怎么找？这么大一学校。崔明慧，只知道这个人叫崔明慧。我们先问问谁？那个社，我们想进去找一个叫崔明慧的一个人。崔明慧。您知道吗？那不知道三百五。我大我办公室工作火了哈。大办公室啊。我办公室学生。哦，要不然随便不让进哈。学校不是。行，那谢谢您了，大爷。校长出来了。我们先出去一下。行，我们先出去。看来不行了，等到中午，现在他们学校不同意，跟我先回去。哒哒哒哒哒！哎呀，这一上午折腾的。出来了哈，五年级的。好，多谢。哎，你五年级的吗，小朋友？哎，你班有叫那个崔明慧的吗？不知道。是干嘛的？我们是拍找一个女孩叫崔明慧的。您是这个班主任是吧？班主任，哎，怎么过来了哈？啊，我说啥都不老看着我呢。我问问你，那个你知道做机器人的这个人是你什么人，干嘛的呀？是我爸爸。你爸爸？我想让你帮助我爸爸，让他快乐。哦，我爸爸在发达车间呢做工。在发达？发达车，发达维修呢。发达维修呢。原来是聪明乖巧的儿女想要爸爸快乐起来，马不停蹄，赶紧上路吧。发达摩托车。半天了。发达摩托车配件。哎，那师傅啊，打听一下，您这儿有一叫那个崔建国的吗？是，我已经。我们找的就是您。那我们想看看您这个，因为做那个机器人，我们能见识见识吗？可以啊，来，我坐在那里了。崔建国师傅，我第一次看到他，感觉他平不起眼的一个人，温温嘴不爱说话。但是我跟他聊到机器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话好像多了起来。啊，崔师傅，这是您给女儿做的第一个那个机器人哈？来，那您展示我们看看。啊，这可以骑了。哦，那我来骑行不行？这是干嘛的呀？这是可以的。啊，就只有那。哎，往里炸。炸呢？没有炸。龚小轩，您没事吧？我们下一步是不是看他能不能变一个人，那个机器人来？是啊，不过变。变形金刚，变形金刚要变了吧？做机器人的时候，我是给我女儿上超市看到了个机器人，她想要，我又说我就怕花钱嘛，太浪费了，我就说我给你做一个吧。就这样，我们就回到了家，我就给她做了一个。门前老树长青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曾经那么多白发，记忆中的
通过它这些废旧的摩托车零件来做机器人，这样就能让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好，我想想你这边怎么了啊。我对崔建国崔师傅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发挥了他最大的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是出于他对女儿的爱。因为我要去八个地方见八个牛人，那么他是第一个，为公平起见，我弃权。崔建国的资料发出去，看下一个线索。龚小轩最终还是没有把自己的梦想牌送出去，他打算再走走看下面的选手。另外一边，赵诗琳的情况又如何了呢？接下来这位选手在江苏南通大峪镇湘台村，一进村口，一种南方小镇独有的别致即可映入眼帘。在如此美丽的小村子里，我们要寻找的主人公纪维康会是怎样一位牛人呢？我要把江苏尝一尝，江苏是个好地方。要找什么样的牛人呢？这人呢，这个人叫做纪维康。这什么地方？往里走，往左啊，下去问一下。哎呦，那是一条蛇吗？这个啊，没路了，没路了！我天，我上哪去问一下啊？我也不行，我等一下就问。哎，老乡，阿祥，湘台村，我要找大峪镇的湘台村。啊，这里就是湘台村了，这里就是湘台村。啊，这里哪一个？这个叫纪维康的，有没有这个人？有哎，在哪里？纪维康就在这个，哎呀，我刚才碰到的吧？啊，你刚才碰到他了？你认识他？怎么不认识呢？这是纪维康，个子矮矮，不高的。哦，个子矮矮的。麻烦你站着，帮能不能帮我找到他？啊，麻烦你啊！哎，麻烦你，你不找到这是你不上电视了。我就在这等你啊！啊，我在这等你。这个游戏忘了，游戏忘了。派出村民寻找的赵诗琳沾沾自喜，对自己的聪明举动大为满意。等待闲暇之余，开始左顾右盼，和节目组聊起天来。漫长的等待一会儿就过去了。哎，我纪维康，是他弟弟。你看我，你是他弟弟是吧？我找他的，我是电视台的。哎，我是这个南京啊，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哎，我是中央电视台。但是这里在这里哈。嗯，我是在这里。那我就坐你这个车去，哎，好不好？好。纪维康找到了。搭上纪维康弟弟的顺风车，春风得意的赵诗琳像孩童一样手舞足蹈起来。赵诗琳，您可是老前辈了呀。你好，你好。哦，你们是哪里的？我是中央电视台的。哦。哎，我来找纪维康来了。哎呀，我来采访一下他呀，啊，采访一下纪维康，他在田里呢，他在田里。那咱们过去吧，咱们过去。你是纪维康吗？哎，纪维康在这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因为我们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农业频道啊，我们每一年都要选一些牛人，就说有牛本事的人，哈哈。那么你这是我们的候选人之一，明白了吗？捏着玩玩的嘛。咱们这样，你那个本事能不能有些地方是在田地里能展示出来的？这随便大家都可以啊，随便都能吃。嗯，那咱们在田地里来，随便搞。我不一定在这房间里。啊，随便搞一个什么东西？我随便搞个什么东西？这随便搞个什么东西？我地上写的。嗨，你还借你这耙子可不可以？嗯，可以。哎呦呦呦呦呦！嗨。哎呀呀呀！你厉害呀，你厉害啊！纪维康啊，纪维康，你这什么时候学的？哎，我来一下。我在这个田里点这个可以点一个小时，没事。是不是？点一个小时？哎呦，这么沉啊！我看看这难度有多大，放哪放这儿啊？随便吧。我要能搞了，我能不能入选牛人呢？没练过不行的。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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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诗琳，您还是算了吧。
我第一个印象我觉得这个人很朴实，真的很朴实。然后呢他还要真的记着我们的乡村的特点，就我们北方讲究什么绝招吗，他说什么都能顶起来，像杂技演一样。我当时我就拿一个地里的田地那个锄头，那他就顶起来了。我很喜欢这个选手，这是我第一个印象。但是两三个最拿手的，最拿手的最难的就是最重的东西。最重的怎么样？最重的，最重的，那可以，好吧？我把冰箱顶在鼻梁上，把冰箱顶在鼻。对，我的天哪！来，拭目以待啊！来，准备上。现在已经装了鼻梁骨了。哎呀，这是120斤重以上的冰箱，现在顶在了鼻子上。我的天 ！Oh my God！ 哎呀，我的天哪！真的，两只手放开了。哎呦啊！天哪！哎呀！120多斤的一个金属的冰箱啊！开玩笑，鼓掌！哎呀，成功了！成功！你是太棒了啊！哎呦，来，看这个鼻子！季师傅说了，马上要掉一层皮。他刚才跟我说过，这掉了有几千层皮了吧？对，那就是你看，这肯定得3000层以上的皮。好几十年了吧？几十年了。以前就是夏天劳动吧，生产那些机体的吧，就劳动的时候就搞。种田嘛，就搞得玩出名堂来了嘛。你有什么梦想吗？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啊，就是最好是搞个世界吉尼斯。就是顶到最重的东西，我其实震撼力是最大的。知道这个，它是用鼻梁骨来顶的，但是它顶出来是什么？冰箱。这个他那个鼻子，他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说，他那个鼻子已经烂了，这个意志是非常坚强的，这个是了不得，真了不得。我们决定又到了梦了，张世林会如何抉择呢？哎呀，这就是纪维康啊！刚才大家看了啊，最重的冰箱可以说啊，打动了我，这次。不虚此行啊，不过还没有真100%的打动我。我真是说心里话啊，我觉得他这个绝招还不够绝，我还是保守一点吧，留到下一个牛人，看看他能不能打动我的心。张世林始终没有将自己的梦想卡发放出去，而另一边的曹茂姐此时此刻正在哪儿呢？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嘞？演杂技的吧？是的。那个，怎么姐再给你一条线索，你要不要？关于吴永清。要。不就是模仿邓丽君的模仿秀吗？挺像邓丽君的，但是我得看她的形体、动作、感觉，有没有邓丽君小姐的那种意思。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位于合肥市西南26公里，是一个民风淳朴、物产富饶的地方。当地人十分热情好客，希望接下来曹茂姐寻找吴永兴的过程也能顺顺利利、轻松地完成。哎呀，我这个手艺给你捋呀！离次村到了，我去问问去，找找吴永清。哎，你好，问问，那个咱这边是这个离次村是吧？对。
在这边是李慈森是吧？对，李慈森。那个吴永清你们认识吧？对，吴永清不就我演的吗？啊，就这么地一个村里吗？就一个村里，就这里是吧？啊，这中央电视台嘞，专门来那个来找这个吴永清的。吴永清现在没回来？没回来？没回来？看到吗？不知道啊。那肯定回来的。回来的。我们去找找去。我先走啊，谢谢哈。啊。走错了，草帽姐。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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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吴永清没在家？不在家。都没出去啊？不在家。他出哪呀？他出门了。其实我们那个中央七台那个第六届新农村艺术节，这不找他了吗？他现在是牛人呀。牛人。那个家来那么多人，今日才来的，你怎么在哪里啊？你在等我，那你赶快叫大哥给我打电话，叫谁请他上你。在等待的过程中，吴永清的父亲说起了吴永清许多以前的事儿，对牛人吴永清又增加了不少的了解。悠长，望眼顺流而下，找寻他方向，却见一些你跟我想象的当中不一样哎，是吧？你想象中的是什么感觉？我想象当中应该是小女孩了。小女孩，这小女孩也没有唱的那么温柔还。哪里？没想到，还有一个大小伙子哈。草帽姐始终不敢相信如此的歌声是由眼前这个男人发出来的，于是草帽姐准备让他来个一招鲜。我喊，吴永清唱歌了，草帽姐起来，鼓掌了，谢谢。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当时爱情像流水，管他去爱谁。你唱歌一般都是那个邓丽君的歌吗？对，主要是唱邓丽君。主要是唱邓丽君，对。那为啥不唱别人的歌嘞？对，因为对邓丽君那个情节问题，就是可能比别人强一点吧。我特别的爱花啊草啊，可能就人如其名吧，觉得。人如其名，你叫吴永清，哪有花草啊？没有这几个字啊。清嘛，你可以想象到那种啊，对，香啊，那种感觉嘛，对不对？挺浪漫的。哎，我还真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以后有什么打算吗？我不想好像一辈子都要活在别人的影子里。就是我想大家以后提到这个唱老歌，不仅仅是蔡琴、费玉清，我想大家以后提到的时候也还会想起一个人吴永清。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栖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入梦，只有那夜来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这夜来香。今天看到了吴永清，哎，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感觉到这小伙子这么瘦啊，不过长得还是挺清秀的。哎，听听这个小伙子唱女人的歌，怎么唱的这么的婉转，这么的动听啊。现在啊，到了我做决定的时候了。这么的吧，吴永清，哎，这个梦想我就不给你了。因为什么呢？咱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好多的朋友看了你的节目之后，然后都会感觉到
哎，你看吴永清不但能唱邓丽君的歌，别人的歌唱的都那么好，继续加油努力吧。草帽警员们完成了任务，现在16点又要出发了。西董村是昌邑市一个自然村，社会和谐稳定，空气清新，当地人都非常酷爱健身运动。村子里随处可见的健身设施强壮了西董村的人们，吸引得我们的苑琼丹前来西董村。我们要出发了，师傅，我们现在去哪里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去的是西董村。现在我能睡吗？不能睡啊。好吧，我在看着外面。张师傅，你热不热？张师傅，你热不热？来来，凉快一下。张师傅，这里是哪里啊？邢台。我们今天要找的人叫王国安。哎呀，到底我们在哪里呀、啊？小朋友，这里是哪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那四董川在哪里啊？我是个路痴，别问我。帅哥，帅哥，喂，我问你讲，这里是哪里啊？鹿山国里。啊？上国里。上国里啊？哦。那四董川在哪里啊？呀，是董川。对。是吧？你好，我叫问路啊。嗯。这里是哪里啊？实际上呢，是金河小区。金河小区啊、嗯，那我现在想去四董川怎么走？这个就是西董村。原来我们已经到了、啊。那你认识一个叫王国安的人吗？不认识，没有。没有？不可能吧？这村里没有姓王的。你们认识一个叫王国安的朋友吗？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怎么找一个人那么难找的？早上好，我们在找一个人叫王国安的，你们认识他吗？顶球玩的那个，找个干啥的人？我找他，我找他，这是个秘密来的，我找他去表演。九号楼。嗯。有一个68岁的老先生嘛，他经常在这里玩顶球那个。对对对。那边，二单元呢？二单元啊。对。二单元几楼啊？三楼啊。王国安，王国安，应该是哪一户呢？敲这个吧。有人吗？请问有人吗？请问王国安在吗？是被骗了吗？他不在啊。他一般出去到几号去那个龙岗公园的应该。哎，我看见，我在你家找了一圈呢。找了一圈过来了。对呀、啊，我是中原赤套第6届啊。第6届哦。新文化变身艺术节的。对了，嗯，就寻找达人的梦想导师，听说你好厉害啊，玩这个球。我就转球。你现在几岁了？68岁。68岁，老顽童啊，厉害呀、啊！几岁啊？68岁了。68岁老人家呀，真是人如其名啊，又开朗又健康，真是一个老顽童来的。老顽童在当地可是小有名气的人物，提起老顽童，大街小巷都认识他。他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感染了无数人，孙子玩剩下的篮球、旱冰轮，儿媳妇儿淘汰的呼啦圈，到了老顽童手上，全都变成超级棒的宝贝。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并不缺乏惊喜与希望，我们缺乏的只是能够发现希望的眼睛和精神罢了。老顽童，你真棒。都这样练出来的。哎，对对对，没差别。疼吗？现在没疼了，光疼了。啊，没疼了，那是疼的，那都是孩子玩剩的。虽然嘛，老人家受过伤，但是还天天坚持每天锻炼3个小时，他这个毅力啊，实在是太强大了。我一看到转球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就想，不是吧，导演，这个也算是绝活？没想到后面越看越精彩，
可以把四个运动合在一起，简直是四合一啊。哇，已经三十秒了。上回弄了四十八秒。老顽童啊，刚是四十三秒，你要不要再试一下，再打破你这记录啊？再来一点，哇，都走进来了。原记录四十八秒，老顽童这次能否超越自己的记录，挑战成功呢？下季的记录了，是1分04秒啊！啊！高兴了！要帮忙吗？没有办法，有事了。哎呀！没有闪过一分的。没有试过一分的。对，没有闪。没有。但是我刚刚看见你，很稳定啊。这是，只要是你顾虑我了。啊！你顾虑的我。我啊！哎，对。哎呀！你开心吗？开心。太厉害了，不吃醋吧？大家抱怨一下我，哇，好厉害啊！真的很厉害。那么他们的梦想能不能实现呢？啊，好了，刚刚老顽童呢，已经把他看家本领耍给大家看了。你很容易受到他的那个开朗的性格感染的，所以说看见他就是很开心。他给我的印象是68岁老人家了，还有天天去锻炼3个小时，其实不容易也不简单哦。听老顽童说，他的梦想呢是想把他的绝活展现到所有人的眼前，以后也想身体健康。其实我想想看，他那个梦想不需要我帮忙啊。第一，他身体非常健康啊，他68岁人了，比我18岁还强壮。所以说，老顽童，这个梦想你自己帮你自己，不用我帮你了。老顽童，继续努力，我们是支持你的，耶！让我们暂时告别16姐，看一看龚小仙的发现。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辖镇，商称南伯，成汤所都。自古就有戏法人说法流传，我们找的牛人李明光也是戏法之人，他的才艺又会与别人有什么区别呢？找到人后，答案自然揭晓。进村啦！哎，哥哥，现在了，来，鸡。谢谢，妈妈决定，路不远了。咱们俩走过去，好吧？你们知道那个李明光家在哪儿吗？他的家在那儿。哦，在那里。我看看是。啊，就是那个红门那个，对，下来的那个啊。这是李明光家吧？啊，对，你好。啊，我们是那个双栖频道的。我想问哪位是那个李明光？啊，这个我。我第一次见他。是咱们走到他那个小院的门口，他出来，觉得他穿的挺时髦的，干脆就点出就是哎，这是农村人吗？我们通过聊天得知，李明光以及他的弟弟都是魔术师。李明光是家里孩子的老大，两人从小就十分孝顺懂事，走进他们家即被和谐的家庭环境所包围，让人煞是羡慕啊。就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魔术？最早的时候是在唐山。唐山啊，
是在唐山打工的时候，不知道是在十年前。26开始有兴趣了，对母亲突然的。那打电话呢，然后他那画包里边有卖有名字道具。人家在那儿，孩子呀什么的去送什么东西。今天去我学了一个，你不能让人家教，为啥你没买人家东西？只能说是别人买了东西的时候，然后他教别人的时候，偷偷的看一眼。挺有心的哈、偷偷的看一眼，完了之后回家了之后就练了一步，下一次再去我再看一眼，再去再看一眼，哎，这么积攒的。对，积攒了我感觉我学了4个魔术了都。哇，然后我就拿着4个魔术反复的去给人家演这个演那个演那个，然后就学了6个魔术8个魔术这样。咱们这样，别人光说呀，然后练几个好不好？好好好，到外边表演，看表演。咱们在外边好吧？外边敞亮。行，走走。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这个魔术呢，给咱们日常生活中然后所见到的那些农副产品啊什么的都有关系。这个东西可能大家都认识，对不对？叫玉米棒子，对吧？好，它到底能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咱们玉米都能做些什么？爆米花，爆米花，好好厉害。那咱们接下来咱们拿玉米来做爆米花，好吗？看得清楚吗？打火机借给你一个好不好？这个，谢谢，谢谢，谢谢，打火机。仔细看，听到了吗？差不多了，来仔细看，有了。谢谢。就这类的东西啊，是的吗？不是，对呀、好，这看我的来，再来，咱们看，别说了啊，你这什么意思？郭老师，你来帮个忙好吧？好，哎，换一个，请上这一位，哎，这位大哥，你看，是一米残诺，绝对农民高手，来换这位上来，哎，这样，哎，我让你找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粮食，认识他吗？郭老师，你也认识？啊，米，对对对，你从北京来是吗？应该是吃这个是吧？好的，不紧了，前面矮一点，后边高一点，哎，对对对，前面矮一点，哎，好珍贵的粮食，就是咱们大米，吃紧了啊，吃紧了，哎，刚才那个魔术师变什么来着？李明光，这个就是玉米花。哦，玉米花对吧？这样呀，咱那个是大米是吧？吃紧了啊，快点！尝一下，尝一下。少来点儿。你们这个魔术表演太精彩了，也很生活。谢谢谢谢谢谢。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此时此刻表演完了，您的梦想到底是什么？您在想什么？当下最让我想做的就是让我爸和妈到云南，到云南。容易吧？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长大，家里啊也有一些就是不富裕吧，兄弟姐妹也挺多的。然后他作为老大，我觉得他是挺尽心尽力的，也不配为老大这个称号吧。究竟龚小轩会不会将自己的梦想卡给李明光，完成他的梦想呢？李明光师傅，他从26岁起步开始学魔术，一直走到今天，他所有的成就可以被称为确确实实的一个牛人。
我在跟他交流以后，知道他最终的梦想是想带着自己的父亲母亲在咱们国内多走走多看看旅游旅游，我觉得这一天不久就会到来，他自己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第一期节目，四位梦想导师寻找到了八位牛人，他们才华各异，让四位梦想导师又恨又爱。爱是因为每人的才艺都那么的吸引人，让人看了还想看。恨呢，是恨节目组为什么只给每位导师一张梦想卡，如果多给几张该有多好啊。接下来我们还是将画面交给毕明星，让他带着这八位牛人的才艺视频去找真正有发言权的村民们投票吧。选到的这八位牛人就在这小玩意儿里了，所以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用手机下载央视悦动客户端啊，为你喜欢的农民，特别是牛人点赞，与喜爱的牛人边看边聊，将有机会获得一个神秘的奖品。好，那到底我们的农民朋友会为谁投票呢？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经过咱们这个一天的努力啊，咱们齐岗村的这个投票结果出来了。好，那乡亲们，这是咱们齐岗村的这个投票结果，不是最后的结果啊。那么我们还要结合我们央视悦动的这样一个点击啊点赞，还有我们互联网上的一些个节目播放的这样一些点击，最终组合成最后的投票结果，来确定到底谁直通谁待定谁淘汰。好了，咱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你们可一定要看哦，再见。通过村民投票、央视悦动客户端点赞以及网络平台点击量，八位选手目前票数如下。您对选手的投票依旧没有停止，所有牛人能不能来决赛一展军纪还需要您的继续支持。只要下载央视悦动客户端，为您喜欢的牛人点赞，他距离决赛的舞台就更近了一步。下期节目我们再见。